手邊。之前兩個都全緋聞啦，今日一齊出嚟，會覺得有啲尷尬。唔尷尬，好其實係開心嘅，因為我真係好耐冇見過，我天宇我都好耐冇見過啦，同埋觀眾又好耐冇見過，同埋我知道今日我啲 fans 都專登嚟見我，因為佢哋都開始投訴話太耐冇見過。太耐冇見啦。咁天宇會唔會覺得尷尬咧？因為你係嗰個緋聞嘅中心。我諗我尷尬係因為太耐冇見啦，佢真係三個月冇咗，因為我哋有一個 common friend 嘅一班，我哋周不時都會出嚟食飯咁樣嘅，我都有去，但係佢失咗蹤咁啊，三個月。但對於俾人咁傳咧，你自己會唔會都會考，即係諗下究竟係咪真係自己有問題？自己嘅問題，我覺得做唔會，我覺得做呢行其實基本上，如果兩個單身而係特別係拍緊劇嘅時候，如果又係情侶角色咧，即係我哋之前嗰套劇就係情侶角色，咁就其實基本上每次有情侶角色都會傳一傳嘅，咁都慣咗啦，其實。咁當然咁樣俾人講嘅係唔係幾好啦？咁啊都冇辦法嘅，有陣時真係傳緋聞。咁但係自己即係檢點啲咯。哦，即係覺得自己好唔檢點啦，佢自己認啊。但係攤喺所有人講咧，其實覺得有冇可能咧發展兩個位？我哋唔講呢啲啦，好悶啊！已經咁多月前嘅事，費事再提啦都。最近有冇人追或者有冇追緊嘅？我冇啊，我冇啊！呢排都係即係努力 keep fit 啲啦，因為嚟緊即係可能會有電影拍啊嘛，咁啊而家都仲係傾緊當中嘅，咁希望試多啲唔同嘅嘢啦。如果真係接到咁就非常之好啦，可以試下電影，因為我個人比較慢啊，咁啊電影嘅節奏係比相對地慢少少，咁所以睇下自己會唔會適合啲咁樣。我而家就已經換咗畫，同咗四個唔同嘅人有嘢啦，即係天宇之後接天宇之後，咁都係其實劇中係過去咗四次啦，已經你 catch 出翻少少啦，我已經有咗四個啦。咁其實就係講緊藝城 First Lady 嗰四位比較多對手戲嘅演員啦，咁就有松松姐姐啦，有林偉晨啦，有江嘉敏啦，同埋余德成。因為我個角色好奇怪，唔知點解男女都啱嘅。所以我的感情生活係而家係非常之充實，太過忙啦，我真係冇時間再認識其他人。